火怎么办？那这什么？这放不出的瓜。这个就是 doctor 呀。这个不能打，这个不能打。这是农民。农民不要。啊，可以啊，你觉得？放计算器干什么呀？放计算器做电脑。做啥？做电脑刀啊？做会计吧。医生，你是不是哪一样啊？这个很火红啊！完蛋了！医生，医生，你看这个。抓什么牛干？哇，直接进，直接进入主题。你看，又火红了呀！这个夸张一点，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哎，是吗？我真的是，是笑他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乖。我一大堆女朋友都认识。女人呢？女人呢？好好好，还是拿张卡比较好。哎，乖宝，乖宝，啊，乖宝在。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许你。没样的抓一个，兴趣比较广泛。哎，我们怎么什么都会？林森，你怎么什么都要的啦？这个就不要了。我们林森对做医生没兴趣。第一次抓的是笔是吧，林森？哦，还是喜欢笔。Yes。他最喜欢钱了，还是钱？回来看最好了。拿不起来是吧，林森？好，拿起来，明生，拿起来。好，耶，耶，好好好，好好学习啊，明生。好，先好好学习，再拿钱，真聪明。好，耶，给爸爸。哎呦，看他排序，看他排序。啊，第三个是这个，耶。接下去拿什么，明生？事业有成了，该解决个人问题了。明生，接下去拿什么？拿哦，吃饭，要吃饭。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在。再抓，再抓。哎，差不多了嘛。你爹就想你早点抓这个。还有别的要吗？还有别的喜欢吗？啊，那就可以了。剩下不感兴趣就算了哦。做医生，来，老公，老公给他。还有什么？你吃饭东西不要了，妈妈还巴望你做厨师了。哦，赚钱赚钱，就不喜欢做饭。好，明生，最后还有两个做饭的，明生做饭的。不要做饭，人家说不要，我都给你拿了，他怎么还敢做饭？好，年代变了，现在这年代。这个是洞洞，明生。够了够了，好，明生拍拍手，拍拍手，耶，拍拍手，拍拍手。